最近呢间 brunch 真系火到乌哩弹道，门口嘅装修风格够美式啦，啱晒啲姐姐仔嚟影相啊！价钱都唔贵啊，反正唔使我俾。呢度11:30就开门噶啦，攞命咯，起码要排40分钟，顶你个掣咩？诶，嗱，斋点咖啡系唔使排队嘅，里面就唔系好大，啲服务都可以。我系超中意桂花嘅，所以呢杯咖啡有淡淡嘅桂花味，我个人系几中意嘅。网上睇堂食嘅出品颜值都几靓，但冇办法。我等唔落去啦，打包会快好多咯。我哋点咗招牌全餐88蚊一份，金枪鱼菠菜饼同埋肉酱芝士意粉。88蚊一份，你哋觉得抵唔抵啊？啲牛肉好嫩，食落好似低温牛肉，碌得割肠同鸡蛋份量都够，味道正常啦。意粉就48一份，配嘅嗰两嚿面包我系几中意啦，味道就正常。肉酱意粉、金枪鱼菠菜饼28一份，这个就真系好好食。今餐埋单234，中意睇我探店嘅话，点个赞话我知啊！